哦，检测分析结束了，七点七到，哎。这一幕让所有人看傻，名嘴朱学恒直播时拿着刚到手的家用 PCR 机一验，没想到检出阳性，妙变脸。如果在大家面前确诊，是不是马上要被关起来？什么叫马上被关起来？我不能含着眼泪静静的走吗？直播检出哦，七点七，哎，这是 CD 值吗？不写一下，就像突然被判死刑，朱学恒超崩溃，就查没飙泪，但亲眼见证人生突变的连线来宾笑到快喷泪。那我等一下马上要用塑胶袋把头包起来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确诊呢？我都已经吗？隔离结束多久了？就我现在确诊，全世界看见你这。台北市这个什么卫生局要抓你吧？网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直呼目击了大型翻车现场，还亏朱学恒是全世界直播时中奖的第一人。要排 PCR， 到底是怎样？这机器是不是跟我有仇？朱学恒哀嚎，一直快筛阴，事后更立刻秀出快筛一条线，还是阴性啦。隔天直奔车来宿，要做政府 PCR 求真相。问题是，若真确诊，为何快筛都是阴性？超过25以上的话呢？那么很多的这个就会有唯一性的存在。快筛阳它所需要的病毒浓度最低浓度其实会比 PCR 所需要的最低浓度还要高个1000到10000倍，快筛会比 PCR 还要晚3天。一个月前朱学恒儿子确诊，他陪伴，如今自己是不是真被感染了？他比全世界都更想知道答案。记者纵报道。